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大纽约。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升级，周一感染和致死案例仍在急速攀升，并向多个国家蔓延。周一是武汉被封城的第五天，城市的街道和居民小区里几乎看不到行人，宛如空城。随着武汉肺炎在中国大陆失控蔓延，湖北省以外的多个城市也已接近封城状态。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已关闭了往返机场的长途客运服务。北京、天津、西安、河北省、山东省等多个省市也已宣布停止省际间的长途客运服务。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很害怕，我们天天待在家里都不敢出来。今天我媳妇是必须要到医院来做一个检查，所以我们才出来。我现在带着特别。在疫情难以再掩盖之后，中共官方通报的感染及死亡人数几天来直线上升，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共的数据仍被严重缩水。英国《卫报》周日引述了帝国理工学院公共卫生专家尼尔·弗格森教授的话说，尽管到目前为止只公布有2000多例确诊病例，但可能已经有10万人感染了武汉肺炎。英美多位传染病生物学家在1月23日公布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预估报告中也指出，武汉地区目前只公布了5.1%的感染病例，还有大量未被公布的传染病例。周一当天，又有多个国家宣布更多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，其中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台湾相继确诊第5例病例，柬埔寨出现了首个确诊病例。美国、法国、日本、英国、德国、韩国等多个国家正在安排本国公民撤离武汉。台湾也宣布将来台限制的对象从中国大陆扩大到其他国家，同时全面禁止湖北省人员进入台湾。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发推文表示，正在与北京当局密切沟通，并已告知习近平，如有需要，美国将可以提供帮助。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。